电梯要等很久，然后现在我有点赶时间，现在是周末星期天，朋友跟我去爬山。怎么了？今天穿的是这样，就是运动风。梧桐山，深圳最高的山。哇，这天拍出来好难，你看，真好看。这是个湖吧？超级热！我才刚刚爬到这个湖这里，然后就已经超级累了。还没开始吧？应该是还没开始吧？还严禁捕捞野生动物，或者是野生动物。一点过来开始爬山的，确实。人也不多，而且今天太阳超级大，一个小水流。
哇，快到了吧。星光，那时候的爱情，为什么？可是你走远去，消失在人海，后来终于在人。手机已经自动关机了，现在刚充好电，准备去吃饭了。啊，天都黑了，现在这个点已经九点了，八点到了，山下应该九点了，就是吃宵夜了。走吧。超级沉啊、哦！这是我们的夏果，好沉啊！这个米酒好好喝，特别好喝。现在有点晕，我们吃了三份虾，这个两份，这个一份，然后小菜，然后啤酒，还有我喝了。现在好晕啊，爬完山来撸一堆小龙虾，简直太圆满了、准备回家了，周末就这样过了，明天周一，拜拜。